笑笑，我爱你。你叫什么？小小。小小，奶奶把门开开，来来吃饭。就难过归难过啊，但你得吃饱饭呢。你不吃饱了，你怎么能去战斗啊？饿了吧？吃爷爷，给孩子买点热乎的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姐姐。姐姐，不谢不谢。啊，好。这五块钱，我买了。一切平安。本来打算今天回家，但回去的车票没买到，今天就赶不回去了。